侯执掌，周末的非农及就业数据让我睡不着觉啦。台股下周是不得安眠吗？我不让你睡，我告诉你，今天晚上8:30公布这数据，我跟你讲，要是不满意，台股崩着瞧。我跟你讲，真的会崩啊，会先下去，可是下去后会不会上去？才重点。可是重点是非农就业数据，如果非常的好，我告诉大家，台湾股市直接上22,000，这礼拜跌的都是假的，你不相信吗？你今天一定要看我怎么解析这一切。好，今天晚上8:30后，我要怎么独家来给你解读这些独家资讯。如果你今天不仔细看我节目，你相信我，你今年会后悔一整年。观众朋友注意哦，最近诈骗盛行，请务必认明郭总分析师的官方账号 Facebook 脸书，只要看到赞助标示贴文，请立刻提高警觉，因为这100%是脸书诈骗。加入 LINE 后，先确认是否有银色盾牌标章，还要点选大头贴，只有粉丝人数超过180,000才是真正的郭子龙分析师 LINE 的官方账号。大家好，欢迎收看《荣耀华尔街》，我是主持人 Coco。今天是9月6号，台股上涨247点，收在21,435点。昨天晚上，美国是公布上周初领失业金人数优于预期，8月份 ISM 非制造业指数是高于预期，8月份 ADP 新增就业人数低于预期，让美股狭幅震荡。市场是等待今天晚上的非农就业数据，台股则是震荡走高。台积电、鸿海、联发科、广达等奋力拉抬指数，最高点是攻到了21,461点，上涨超过200点。后续盘势解析，我们交给经济日报选股冠军纪录保持者，同时也是全台湾 LINE 粉丝人数最多，演讲座场场爆满，全台湾悄悄书排名第一名，也是空手道大师，在这一波崩跌4700点，空手全身而退，又在本波段的最低点大力进场，最受欢迎的分析师郭泽荣投资长，投长好。Coco， 各位朋友大家好。好，投资长，你好，你好。昨天呢，您就告诉我们哦，周五之前台股的涨还有跌都是假的，都假的啊。今天逢低我就做多啊，期货啊，啊，没有做到，没有做到逢高就空它，就赚到钱的，赚到了，都假的嘛。啊，今天台指其实一开始杀下去，又拉起来啦，都是假的，假的。为什么都假的？因为非农就业数据才是最重要的。你不要信，你不要信，我等一下可以看国外报道，你说哦。原来哲哲你是跟别的分析师完全不同，原来讲那些技术分析不如直接看哲哲总体面，然后看一下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所有的分析师在报道什么。而我领先他们，领先没关系，然后我也是看报道 好不好，看那些编译的报道，用中文来看也是，中文的报道你知道，哇，哲哲你讲在前面呢，一切一切预告前面。好好，谢谢投资长。美股呢，昨天是都还在震荡啊，那台股呢，就是在做压力测试啊。但是呢，像今天晚上虽然是有反，今天虽然是有反弹，但是还没有回补这个缺口，数据现在都是扑朔迷离。不过呢，我们的美债有美债真的是非常安心，今天最高点呢是喷到了33.21元啦。还有我们的股票广达，今天盘中最高是上涨超过半根停板，还有台达电以及元泰，今天上涨呢是接近 3%， 但头涨还。还是想要知道啊，台股今天虽然是有反弹，但是昨天晚上的数据，还有今天要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到底要怎么看？可以帮我们解读一下？没问题。这则一切的一切，我预告在前面。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的那个报道，好不好？好啊。昨天晚上不是那个台指期，我们直接看台指期啊，跟那个纳斯达克期货其实差不多一样的走势，好不好？杀下去，你看刚好杀出领失业金，有没有？有。然后那时候大概21113这附近，然后拉到21475，好不好？处理失业期公布后，直接拉起来，对不对？对，有没有？有，拉了多少？拉了300点啊，超过200-300点，不夸张。有，所以公布处理失业金人数是很重要，很重要。来，我昨天不是有告诉你这个公布处理失业金怎么样？我昨天没有这个实际值啊，就这个预估值嘛，对不对？我说处理失业金已经好几周厉害，好几周重要了。对。
你有看财经节目在报道吗？没有，顶多报道，这个有这个数据，轻描淡写，不是啊，就是他让台股涨的啊。是的，来公布小非农就业数据，我说预估14万，我说是不是越高越好，越低越不好？对，所以绿色代表不好。OK，我告诉你，9.9万很差。好，初领失业金是越低越好，为什么？因为失业人数要少才好。对，这样懂吗？懂。哦，失业率当然要低啊。制造业 PMI 就是一个景气数据，越高越好，有没有？良好以外，良好以外，那在九点半该开盘的时候，只公布这两个数据，你看一下国际新闻怎么讲哦。来，美国怎样？帮你一下。好，美国就业数据，美国就业数据喜忧参半，主要指数。你念个稿哦，可以忧喜参半，我也是很佩服。喜忧参半，不要这样子好不好？拜托，我们重来，来，好，三二一，美股早盘美。就业数据忧喜参半，主要指数涨跌互见。好好好，涨跌互现。互现。哦，所以你们不能怪我常常念 Coco 哦，他已经错三次了，我自己念。美股早盘，美就业数据忧喜参半，主要指数涨跌互现。哦，这个告诉你就是就业数据很重要。而且你看一下这些什么聚亨网编译哦，不是他写的哦，综合外电报道。天哪！外面报道的报道这些，你看的财经节目完全不告诉你。画面给我，跟你讲一堆什么指标、技术理论、波乱。不好意思，我不是要攻击某些人哦。然后那个缺口理论、站上季线、站上什么线？结果人家华尔街跟你讲这些，你台湾在讲这些东西，你觉得可以赚到钱吗？不行。来，美国，所以我一直讲，你找分析要找正统分析师。而且要找合格分析师。美国周四公布就业市场忧喜参半嘛，对不对？对，有就业数据嘛，没有9.9万，对不对？是低于市场预期嘛，就是如我说的嘛，对不对？对，低不好啊，对不对？好，可是公布初领失业金，对不对？警报22.7万，对不对？对，也是低于市场预期，对不对？是的。可是怎么样？这是好的，好事，不然他不写忧喜参半呐、啊，对不对？对。然后呢，我说等什么？我昨天说在周五之前，所有上涨跟下跌都怎么样？假的，都是假的。来，我们看一下啊、哦。市场仍在试图弄清楚经济是否上放缓太多，有看到？摩根士丹利 E-Trade 的分析师 Chris Larkin 啊，有看到？可能会 Larkin， Larkin 啊、哦，不好笑哈、哦。来，市场仍在试图弄清楚经济是否放缓的太多，有看到？有。然后，而且你看哦，那个 Miner Tab Tabak 是不是？这可能是印度裔的，或什么哪边裔的，我不知道。哦 ，Miner Tabak 分析师，好不好？这个不是，这是一家公司哦，不好意思。啊 ，Matt Manley， 啊，来啊，重点是什么？你看，这是华尔街分析师哦，这是华尔街分析师哦，来，不是说台湾然后取个外国的分析师名字哦，啊，有鉴于三月就业报告对市场的影响，有没有看到？我们完全不会责怪投资者在什么袖手旁观一天，不会再袖手怎样？袖手旁观哦，好吧，我可能说袖手，然后旁观，袖手旁观一天，我要想看你反应好不好啊？没事。这重点有没有看到？分析师告诉你的、啊、市场怎么样？全部在等待，在袖手旁观这一天，所以是不是完全符合我昨天说的？昨天怎么说？本周上涨或周五之前上涨或下跌都是假的，都假的，对不对？假的啦，是假的啦，弄 gay 啦 ，gay 弄 gay 啦，你知道不？全部都是假的，来，假的，你看一下，请那个请恩典一下哈、哦，帮我把那个昨天的那个截图给我。昨天的那个图，哦，来，都假的，哦，这一打十好吗？真的，一打十啦，好不好？好不好？来 ，Coco 快哭了，还好吧？我都是我快哭了，不是他快哭了，哎、欸，好不好？好，来，昨天影片看一下，现在42.1万了，有没有看到？又增加了，快是50万了哦。来，昨天影片怎么讲？周五前哦，这个很多，那周五前所有反弹都假的，有吧？有。昨天标题讲得很清楚，周五之前所有反弹都假的，连华尔街都讲，每个人在袖手旁观这一天，而且数据好坏参半，所有的新闻报道内容跟我昨天节目讲的不是一模一样。我讲一个礼拜，你不找最专业，你也讲那些干嘛？可是我今天有进场了，我今天进一些股票了，我这几天还是有进场，回档不进场，到底什么时候进场啊？我告诉你，第四季是好行情，我不敢叫会员进场，我要搞什么？该进场就该进场，你知道吗？知道了。该进场就该进场，广达也是一样，好公司为什么不该进场？是不是？广达好公司为什么要跌那么凶？我觉得还有机会反弹，知道吗？知道了。非农就业数据只要够好，够好，嗯哼，
我所有会员会怎么样？大力十成资金，不会让你的绩效石沉大海，要用力再买。好，要用力再买哦，好不好？你们看到我今天等什么？等美国的就业数据。我今天穿什么服装？美国国旗。我今天红色的，是代表台股喜气洋洋、嗯，还有美国的颜色。哦，有没有看到美国？我今天等美国的就业数据，等今天晚上的一个就业数据，几点几分？记起来。好，来。哇最不一定吧。8点半。对。八点半台股不会六点半好不好好。我的想法是来记起来。嗯。预估 4.2, 对不对对。只要不要说 4.1,4.1 是优于预期啦。我只要符合 4.2, 然后非常就业数据也不错就喷出去了、嗯。听懂吗懂。我标准很低啊。嗯。我不要你很优于预期很多啊我只要符合预期就够了。好。失业率符合预期然后非常就业数据高于预期。这个 4.2 以下或 4.1,也不错，四个16万以上喷的，至少现在到下个月之前会保你怎么样？无忧，保你无忧。所以你看到我节目的时候，如果已经8点半了，啊，数据真的很好，嗯，然后你加画面给我，你加入我的 LINE， 然后已经觉得哇，子哲又发这个解盘的简讯，嗯，哇，郭哲龙投资长，你真的是我见过最实在的分析师。我知道你第一次看我节目，你觉得夸张，可是刚才那个影片你有看到吗？前面那都是我们的，都是我们的，好不好？演讲人数，演讲人数真的很多。好好这个哲哲，不认识没关系，我们再看一下这声音哦。来，等一下，暂姐，那么夸张哦，来，声音看问题，哇，这都是我，好不好？这都是我，好不好？好、啊，我告诉大家，那时候我是每个赔钱的，你知道吗？哦，然后呢，然后股票赚钱，虽然是股票最近没怎么赚的，好、哦，就跟大家看这么多人，智能造假，这就是我的惨而已啊。3000多人的厂，而且我还有另外一个场地，这边隔壁有一个更大一样的大厂，有大概1/3的厂嘛、嗯，也塞爆了哈、哦，就这么多人哈、哦，来看一下哈，有都有哈、哦，嗯，打比我这个楼下都是人啊、哦，都是人，这是排队，没错，排到中孝东路，这中孝东路你没有错，这中孝东路，这中孝东路有没有看到？这中孝东路那边打比我跳那边中孝东路统一板级百货那边，嗯，刚认识我的你一定是股市菜鸟，你不认识我郭哲龙，不知道我郭哲龙多红。您是股菜鸟，看人那么多，自己看，这有夸张吗？很夸张，这很夸张。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啊、哦，英文的意思 crowded 啊、哦，人群很拥挤的，看到吗？好，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因为大家知道我讲的数据是正确的，好不好？嗯、啊，今天刚才说有没有折算？不折算不重要啊，我折算不算？我要给你看我的美债吗？要给你看美债，不要转过去哦，我美债赚很多哎、欸，又赚已经100多万了。我说我不秀，我就不想秀啊。有没有赚100多万？你们自己知道，32.65嘛。嗯嗯，不要。我成本告诉你的、啊，不用希望你自己算的，好不好、嗯？你自己算的啊，买一亿你自己算赚多少钱？那就是台面上而已哦。之前你记不记得我美债我还被人家酸？有。现在 PTT 每个人讨论美债，嗯，我就说你们逻辑好奇怪，美债有没有赢股票？有人说啊，哲哲你美债有没有赢台湾50？哎、欸，可是我在来回我赚很多哦。有。我在关在来回赚差4000万哦。你确定有输台湾50的绩效吗？而且我要一笔。我之前是我出这本书内容告诉你什么，从头到尾抱着台湾50、嗯。那美债你要跟谁比？除非像我这样这么会抓转折，不然你要跟谁比？拜托你跟定存比，那没有错。嗯，你每个月你每年还有5%的一个殖利率，然后你还有价差可以赚。嗯，到底哪边有错、嗯？你的定存可以那么好吗？不行。甚至有人来做借款。你说你真的质押，我不建议你说质押买鸿海，质押买股票，质押买 ETF， 买头等债都不好。因为头等债真的崩盘的时候还是有影响，可是你质押买美债，那对的，对，因为可能当你缴不起房贷的时候，哦，你的美债反而赚钱。我说质押买美债是比较对，可是不代表我赞同，因为我完全在我一个我粉丝这么多人数字上面，我不能跟你100%赞同说你要去质押借钱，因为只要借钱投资都有风险。嗯，记得一件事，人在做天在看，则在乎的是什么？则在乎是你能赚到钱。嗯，好、哦，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哦所以有些风险我还是要跟你讲清楚好不好好、啊、我们来念一下好了、哦、今天三大板的话外资买11亿的有没有看到买咯买了、哦、买10亿、哦嗯、买10亿、哦、来我们看一下最新的降息几率是外资空单本来以为加3000口嘛对不对对啊哎呀然后再请那个恩典来看一下实际的未平仓口数多少应该可能只有27000多口而已，所以只增加1800口哈，请私教给我最那个恩典给我最新的数据。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我说都假的，连巨恩网连那个编译啊，
华尔街的新闻告诉你要等一天吗？嗯，是不是？所以这一天要怎么等？我已经告诉你了哈。那我跟大家讲哦，这个会影响美债。你到时候看 Fed Watch， 如果今天是告诉你啊，失业率 4.3 死定了，这时候美债要喷出去。嗯，那台股呢？台股礼拜一就等着跌啦。先跌。可跌呢，是最后你也是你最后买点。所以现在只有两种选择：公布非农就业数据，先下再上。然后呢，非农就业数据非常差，就先下再上。嗯。哦，公布非农数据好，就上去再显示哦。公布非农就业数据差，先下再上。公布非农就业数据好，直线喷出。好，听懂吗？收到。啊，你有没有发现到为什么像好坏参半？我说过，就算衰退是慢慢衰退，会还是一下衰退？慢慢衰退。听到小非农差，处理试验机好，好制造业 PMI， 你说好也没到很好，嗯，对不对？因为哦，非制造业，制造业 PMI 还是衰退的，你听懂吗？嗯，所以是好还是不好，其实变成不像以前景气全部都是好数据，哦，但懂我意思吗？懂了。所以这个的确有衰退的一个倾向，只是衰退多不多而已，懂不懂？轻微衰退换来的通膨下滑是可以的，就怕多，所以失业率跟非农就业数据决定影响，知道吗？好。你如果啊，如果跟我说今天还 4.4， 不好意思，那可能 4.4 剩 4.5 啦，我可以告诉你啦。1962会破了再说啦，那破了有可能应该是会再上去 ，OK， 好不好？那我不习惯这样子嘛，好不好？四点五等于跌破眼镜了，好不好？哦，等于什么？景气比想象中差很多，差很多哦，这个是要注意的哦，好不好？这个呢，最新的未平仓口数是27531口，所以空单只有增加1000多口，20000多口的空单现在都不用紧张，好不好？40000口空单才要紧张。那你们看一下，我昨天是不是说假的？嗯，我在这边做多啦。9:43在平盘附近21180挂单冲多单，等一下我给你秀简讯，有买到？杀去没买到？没买到。对对，然后呢，就给我弹什么？给我弹个300-400点啊，快气死了，你看到？有。给我弹个350点啊。嗯。那怎么办？逢高再空它。做空。为什么空？空我被嘎了，所以我赚钱，赚不多啦，25点左右。嗯。可是是符合我说的，涨跌呢？是不是假的？假的。涨的呢也是假的，懂意思吧？所以区间整理平台，所以台股也是一样。我从我期货赚大钱的一个教育来告诉你，这堂课也告诉你，下跌假的进场，上涨稍微出掉，听懂吗？懂了。那公布非农就业数据哦，你方向确定了，你反而更要进场，嗯，好不好？除非它是失业率 4.5， 预估 4.2、4.5， 那很恐怖。好，没关系，你因为这样子你还是怕，那你这几天没有进场没关系。可是你公布非农就业数据后，发现没有想象中差，甚至更好，你一定要打掉怎么样？0800668085，你去想看哪一个分析师可以震撼人心，震撼几千的演讲。而且我要跟你讲秘密哦，嗯，我的演讲啊，那个最近像那个火星人来高雄演唱会，你知道吗 ？Blue Mars。哎，对 ，Blue Mars，啊，你也知道哈，其实网络上现在黄牛票都很紧张，卖不掉。啊，他很红，可是没有塞爆人潮。哦，可是这不一样，这是一天就塞爆了。嗯，没有错吧？就满了，报名那个表单。我还有3天、4天、5天可以报名，我没有，所以你要找去找一个真的红的分析师，而且分析师哦，你看可能18岁以下会喜欢火星人嘛，对不对？他在高雄市演唱会嘛，对不对？我讲实在话，真的现在网络上一堆黄牛票，把弃票了，因为没有人要买。没有咯。哦，哎，不能这样讲，其实他场地还是很大嘛，市运可以塞4万人嘛，嗯，可是就塞不下嘛，而且是不是塞不下，就塞不下那么多嘛，没有那么红嘛，很红，可是没有那么红，就那么简单。嗯，哦，这跟大家讲啊，可你看哦，我的观众群是这样，很多人可能会听音乐 ，everyone 都会听音乐，嗯，可是不一定每个人会做股票啊，是的，可是只要做股票的一定听过泽泽，你没有听过泽泽郭泽龙投资长，那一定是股市菜鸟，好不好？而且以后你可能在内湖、在三总，你还要看到我的救护车，我已经捐了，好，哦，我已经捐款了，好不好？再提醒我一下，因为最近太忙了，我2个礼拜要答应他们要赶快把头期款，然后是60万还是90万，赶快汇给他们。哦，定金啊。对啦，定金啊，哦，这个一定要汇。好，哦，这个不会我就下台鞠躬，好不好？哦，这跟大家讲。来来来，这个都已经签名了，看一下啊，捐救护车。哦，来来，所以有些同业真的骂我，你拜托你可以先捐救护车吗？啊，捐救护车转移焦点吗？那你先捐救护车。对不对？哈，那你可以批评我啊，你可以参加选股比赛啊，哈，你不敢参加，那干嘛批评我？对啊，你可以像子泽一样，那个打破记录啊，是不是？不要说打破记录，你赢有超过一半就好了，好，好不好？一半啊，188%，烂你一只手，
100%， 你有超过 100%， 一季 100%， 我就跟你在节目上跟你 say sorry， 大哥你好，好不好？好。那你觉得他们会赌吗？不会。不会啊，因为批评我的同业其实越活在自己的世界。嗯。你不要参加会分析分析师的分析师。好、哦，你记得吗？好、哦，你要参加怎么样？啊、哦，那个都是别人分析他的分析师。分析师。你懂吗？被分析的分析师。对，被分析的分析师。没有错啊，因为你参加我的，你等于你原本批评我那个人，我就变成他的祖师爷啊，因为他每天看我节目啊，哦，记得吗？嗯，好，好了，我不会特别跟你讲针对谁啦，我是针，因为批评我的人蛮多的，因为很多人听到我们这个月，我们上个月我们公司我突破，我已经突破了，我突破投顾这几十年的记录，我一个月单月营收会费就突破了，都可以去问，现在已经传出来了，传出来了，而且有些人给我数字还打八折、打七折更好，哦、我数字还比他们吓到，他们听到每个人听到我的数字。啊，投资长，会费收入啊，会员人数那么多，吓到了，吓到了，你知道吗？啊，是事实啊，我可以赌一亿啊。如果不是业绩、嗯，我不是业绩第一，我可以赌一亿啊。可是不会有人敢跟我赌，业界不会一个人都不敢跟我赌、嗯。为什么？因为他们没办法像我一个月拍100部影片啊。嗯。他们没办法像我凌晨1点、2点、3点、4点，这十几年来、20年来做一样的事情啊。我可以做得到，我以后也会做得到，因为我把这个当做兴趣，好不好？跟我一样，世界更美好，捐助救护车，看到吧？捐救护车，好不好？好啦，这个都工商时间，好不好？这个不重要，都满足我个人私欲，我来帮你们赚钱比较实在。来，两位啊，挂这个21180，你是不相信？然后21355，你是不相信？哇，真的最后下去，为什么下去？因为我就知道尾盘下去，为什么？因为有脑子的人都知道今天晚上怎么样，要非农就业数据。对，所以所有的上涨都是怎么样？是假的。假的，所以我就这么简单逻辑，所以总体经济很好玩。那你要我每天跟你讲同样的技术指标，30年前的技术指标，20年前、10年前，他们都是一样的技术指标。那没有意义，就算你改良改革也是一样。你看江老师讲技术指标、讲技术分析的时候，他一定会带到总体经济面、哦、筹码面、基本面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直播人数比较少，每次只要一涨，他们就不看我节目，所以有时候我是希望台股要跌，不要啦，开玩笑的。来，我们看一下，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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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慢点哦。嗯哼。跌破20000，美债转啊，对，美债已经赚很多了，赚100多万了。跌破20000哦，跌破两，你说跌破台股跌破20000跌哦，跌破20000的话，美债应该我应该可以赚个又赚个1000000000吧，体力也太好了，真的啊，好不好？真的厉害啊！会员这次加入有多亏吗？不要这样说啦，好不好？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不要加入，真的，好不好？啊，看你什么时候加入啦，你听得懂吗？嗯、好不好？看你什么等级的，好不好？嗯，好、啊，这跟大家讲啊，啊，不敢说，不敢说很强啊，你懂吗？你听懂吗、嗯？好不好？是跟大家讲，好嘞，这都是分世界的标杆呐、啊，对啊，小飞龙飞龙常想象，对对，这我跟你讲，好不好啊？啊、哦，来，我们来看一下，来来来，来看一下，假的，点一点受不了，真的点一点受不了，要转台哦，真的哦，好不好？哦，演讲都赔钱，你说哪个演讲？你要看呢、啊？不一定哦，我跟你讲不一定哦，哦，不一定哦，那看那个，比如说我说这个，我知道有人说这啊，真要赔钱，哎，我有些人是买比较低啊。你要看什么等级？说老实话，我讲实在话，好不好？我讲实话，但是你不能说一切都满意，你听得懂吗？啊，那我问你一件事情啦、啊，我问你一件事情啦、啊，如果你这个股票你买这边，就像你买这边，对不对、嗯？你到今天你有跌到一根涨停板吗？没。你4-5% 你都觉得受不了，你这样子不太适合股市哦。嗯、我讲实在话，好不好？要心要静下来。你记不记得我前一阵子没在，大家在抱怨，有是不是？而且今天股票好不容易都有涨的，嗯，不要那么负面。你知道这么负面的有个缺点，你知道什么缺点吗？等到股票我要赚50%，嗯，他赚不到，你知道什么吗？他保证赚5%就走了，因为他是我会员。你知道跌5%都受不了的人，赚5%他也受不了，他的命格是没有办法赚50%的，他的命格，他的命运气哦，嗯，哦，不是运气，是性格决定命运。真的，这句话我搞得清楚，性格决定命运。嗯，你的心理就是，哎呀，我5%，我就受不了了。啊，抱怨这些东西，那没办法赚到钱。真的，你记不记得美债的时候，我说啊，你笑死了。你看那美债，是不是前阵子一堆 PTT 的网友酸我？郭庄不准的，怎么不准？那你看现在每天赚钱，哪边不准？对啊。那我要每天盯这些人吗？那哎、欸，那可是你就看到，哎呀，郭庄不准，会员可能觉得买美债不准，参加郭庄的会员买美债也不准。那最后呢？看你怎么想，嗯哼，准不准？我卖在这边呢、欸，然后买在这边呢、欸，然后现在天天赚钱呢、欸，对，是不是？我之前买在最低点呢、欸，历史最低点的，去年10月20几号的时候啊、嗯，对不对？对，好不好？平常心，平常心，哦，这跟他美债买债好安心，
多一点正能量，少一点抱怨，人生更美好。对，是的，因为真的还是美债可以喷什么声，有可能的啊。下礼拜就要怎么样？公布。哎，对，今天晚你今天赶快加我LINE，因为今天很多事情，因为今天要公布那个非农就业数据。你看大家是不是很开心？买美债哦，20年这是配息超级好的，很开心啊，闷的。跌5%受不了，涨5%一定受不了，相信我。来，来，我们今天你看我们这个就业数据，今天要公布非农就业数据。你看这边有写，这边还要公布台湾50。所以你要叫我赖，等一下3-4点会公布台湾50的新增成分股，好不好？好。哦，这跟大家讲好不好？那有人说我超级准了，你们的好、哦，谢谢你，好，谢谢，没有关系。行情总在半信半疑中成长，现在有人吵架反而比较好，哈、哦，一路我称赞我的时候反而不一定好，知道吗？嗯。来，你来看一下，现在降息两码有41%，降一码59%。如果今天非农就业数据不好，失业率提高到4.3至4.4，不好意思，可能降两码。降两码了，因为要衰退。那可能真的打第二只脚了，这个我才认为是第二只脚，而这只脚会靠近21000，要靠近20000点。可这时候拜托你还是买，好，因为就算衰退都有一个什么，都有逃命坡，嗯，记得都有逃命坡，好不好？嗯，都有逃命坡，好。那你看哦，嗯，这边降三码，然后今年还是降四码比较多，嗯，好、哦，非农就业数据跟那个非农啊，再看一次，看一次，这个拜托把这张图截掉，这张图一定要截起来。好，我们看到不要高于 4.3,4.4, 那这个不要低于16万以下甚至15,离16万越低越不好，记得这件事情。啊，如果优于期，如果反之的话，哇 ,4.2 以下 ,4.1, 哇 ,4.2 就够了 ,4.2,4.1, 然后这16万 ,17 万不要太差，怎么样？股市喷出去，嗯，再次也不一定哦，那一好一坏呢，再次还是会喷、嗯、哦，所以现在买美债很安心。记得前阵子只是买美债比较小，然后他们就说、欸、他们挑剔我啊，这次你买美债就赔钱啦、啊。他们有想过我是中途把它换成台湾50，然后赚1000万再换美债。然后因为我现在成本，我只是成本再怎么低也不可能历史最低点那一天低嘛。对。然后就觉得哲哲不行了。那我可以跟你讲，幸好哲哲的抗压性很好，不然你这样劣币驱逐良币，台湾真的没有分析师你可以看的。我是跟你说真的、嗯、好不好？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希望我看到指数就是每天赚钱，可是我得要跟你讲，得要公布非农就业数据才能知道三下是先下后上还是直接上，这全台湾都没有人知道的事情，所以你也不能要求我现在告诉你答案。嗯，可是我告诉你结论还是会上，所以你现在可以考虑买了。嗯，你不要急，没关系，你怕死没关系，你先怕死这一个赌局，哦，那你就是今天公布非农就业数据，你赶快加我 LINE。嗯，那加我 LINE 很简单，怎么加？点我们的标题，手机拿纸点标题哦。有没有？有。手机拿纸点标题，就我的连结有 LINE TG， 加完 LINE 以后，对不对？嗯。记得不要乱加脸书，脸书有赞助的，好、哦，没有超过这个5000，没有超过10000人以上的哦，通通假的，好不好？假的。有写赞助就是诈骗哦，有写赞助两个字 ，IG 脸书有写赞助一定是诈骗，好不好？诈骗。那这边点盾牌，没有盾牌是假的，点完有盾牌也不一定真的，还要点脸书的照片，点完这边，对不对？对。哦、一定要盾牌跟脸书照片，告诉你好友人数，闻到有19万，现在快20万了，没有低于19万的也是假的。嗯，那诈骗集团不会有这么多好朋友，知道吗？嗯，那不会有郭总，还这个郭总，然后私底下你不加我 LINE， 你私底下跟你 LINE 的，不太可能。不可能，我没有那么多美国时间，除非你加入再说 ，OK 吗？好，哦，你只要加入我这个 LINE at 有盾牌点照片，好友人数这么多，官方认证的就不会是假的。好不好？好，所以赶快加入行列喽！哦，跟大家讲，来来来，先跟大家讲哈、哦。那除了这以外，我们来看哦，今天要什么股票？来，2382广达，广达，这个也有机会喷出去。广达，其实我还想再买，真的我想再买，哦、真的这个等紧张过后就会再买，但数据很难说啦。那你可以，你也可以嘛。今天下去以后，哎、欸，整个数据下去的，我下去有点下去。只要我跟你讲，只要数据不要太差，就算下去也不用紧张，真的。嗯。哦，什么叫数据不要太差？你叫我赖啦，真的，因为这种几十种解释。比如说我现在是 4.2 嘛。对。然后非农就业数据15万嘛。嗯。15.5 嘛，是不是差？差。可是可以接受，顶多下去一点点，还会再上去。哦。懂不懂？好。啊，那个失业率如果 4.5 了，很差。差。那非农就业数据只有10万，那非常差。哦、那这个就是会跌破2万点，甚至19662。那你再等到那个点位再去买。好，所以它好多种，所以你等一下到时候你再跟我，你先加入我 LINE 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这跟大家讲，可是我跟大家讲啦、啊、外台湾至少外台湾的空单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了。你看今天啊，外资的期货现货，我们看到，嗯，现货多少？
三大法人只卖11，外资卖11亿，自营商有没有卖20亿，投信买54亿，有没有？有。这个呢？所以你看，投信为什么买50亿？散户在买啊，自营商卖20亿也是散户在买，散户买 ETF， 自营商丢给他们，这个丢给他们不代表自营商在做空，而是制造。就造势，你懂不懂？他是批货哦，然后批发卖给你，懂吗？懂了。来，那今天要什么戏？那我们来看一下啊，看我们 SCFI， N 点，赶快啊、哦！今天要是你们，因为三点 SCFI， 我们看一下鸿海之类的，不是鸿海，长荣之类，看可不可以救他们，好不好？因为最近报告蛮差的。那鸿海呢？鸿海因为最近营收有衰退嘛，对不对？哦，那营收最近营收稍微衰退一些，那我认为，还是有机会再上去。为什么？第四季 GB200 成功后就会直线喷出去的，好不好？我的点是，因为他们觉得买越多，哦，越赚钱，省越多。这是谁的口号？这是黄仁勋的口号，的确讲的是对的，好不好？好。啊，正要这档股票也不用担心，喝了再上，少点抱怨，相信者则。在这之前每次被他抱怨反而赚钱，在这边拉回你反而要进场，好不好？2402亿家也是一样啊、不要紧张，拉回的过程中都有机会啊、再上车，好不好？再喷出去 ，OK 吗 ？OK。3376新日期，不要到时候下礼拜一堆恭贺简讯哦，好不好？啊、该买就买啊，好不好？新日期最特别，一堆黑 K 啦，然后股价又往右上角涨啊，好不好？蛮特别的哈、哦。虽然那天台股是太空大跌，马上万万的往上走哦，好不好？都不用担心。其实我跟你讲，我今天讲再多的话都不重要。你记得要加我 LINE， 然后加我 TG。我 LINE 看我心情，95%会发文章。TG 为什么？因为我现在发一则多少钱？2万块，快2万块。我以前粉丝人数LINE 粉丝人数十几万，就要一则发1万块。现在真的发2万块，发2万块，我可以笑哦。我一个月花个40-50万、然后有些人还怪我，我不如发 TG， 说我 TG 是免费，我100%文章都在 TG， 好不好？记得这件事情好不好？啊 ，LINE 就看心情。那你加完 LINE 以后，他会告诉你怎么加 TG， 好不好？来，像这段文章，画接哦。好、哦，有没有？哦，这边比如说，哇，感谢你将本账号设为好友，有没有？我们成为 TG 文章，对不对？有没有？哦，我这是我们对话。那个思恩典，拜托把请思瑶就把这个，这是之前的，好不好？把换新的，帮我换新的啊、哦！看怎么加 TG 的那个方式的联络方式、好不好 ？TG 对加 TG 的联络方式啊、哦，没事，跟各位没关系，好不好？好、哦，把它以后变成加 LINE 也可以加 TG，OK、吗 ？OK。那我们来看看什么股票，来跨进来哦。对我跟你讲哦，像这以前很爱的股票万润哦，是几进几出，这个股票我认为还是有机会喷出去，参考一下，因为跟337是。精彩一下，精彩看起来最比较弱，对不对？做个头，对，做个头，你要趁机赶快该买的时候，你要赶快买，不然到时候喷出去的，你又指着我好可惜。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好不好？好，不要真的不要错过这一切，好不好？真的很多股票其实还是喷出、台积电概念股也好 ，AI 概念股也好，鸿海广达也好，其实这些股票都有机会喷出去，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来抽屁一下我们的期货、啊，期货员前阵子也抱怨，今天感觉是股票会员比较浮躁一点的，我刚才感受得出来。那、期货会员呢，反而前阵子浮躁。为什么？你知道什么吗？为什么？因为之前赚9800点，他们不能接受一下子怎么偶尔赚偶尔赔啊，没办法接受，你知道吗？散户都是这样子，看比较短没有关系，我就是赶快帮他做一下哈。来来来，看一下哦、来这边看一下、我们恭喜我们这波进场2笔70多单，对不对？对的，通通已经获利出场了，对不对？我们那时候赚多少点？9800点，这是8月15号的简讯哦，有没有？那你看我有赔钱的，可是我要起始大赚9800点的精神，要效法啦，效法，好不好？那个精神。然后来赚40点的，还有什么？还有赚150点的，有没有？有。这上礼拜，还有这礼拜三，有没有？我先赔100点的多单，怎么样？流差有没有看到？有。流差有没有看到？改为然后在21450已经获利出清，有没有？有。我今天在这个地方附近又在。空一下，空一口，逢高就空，已经大赚400点的，一天大赚400点，漂不漂亮？漂亮。20天也差不多8000点，如果每天可以赚那么多，可惜波动没有每天那么多。好，这礼拜四，今天文达，我进场那个单冲空单，我还有个低的多单没有进到，我刚跟你讲，这就不秀了哦。来，2135进场空单，文达，然后嘞，
在21330获利回补，有没有看到？对，小赚25点也是实在话啊。是的。另外今天低挂的21180没办法，你看啊、哦，我低接、高空，低接、高空、高空、低接，逢高空逢低买进，逢高做空逢低做多，这么简单。因为什么？因为礼拜五之前涨跟跌都是假的，涨的是假的，逢高叫空，跌呢是假的，逢低叫做多。有没有逻辑？告诉你，有没有觉得学到东西？有。来来来来来，学到东西，来来来来来，所以我们今天来一个东西好不好？口号啦，来来，口号口号口号，口号口号口号，来口号口号，来来来来，飞龙来救什么？啊、哦，救台股。飞龙救股，哎、欸。飞龙见转折哦，见转折好，心情不美丽。哎、欸，你们很聪明，你们知道不美丽，因为刚才有一两个人在抱怨，我都不知道抱怨什么，我也觉得很烦。可是能怎么办？就是他们就是其实我买了以后，因为正要很多人买，你知道吗？嗯。那一家人都买，其实有些人还是有赚钱，那有些人买比较高，他没赚钱，我就觉得我有时候我会觉得我自己做股票就好了，就不会那么烦了。哦。看太短的啦，好不好？你们很聪明欸，知道我有点不爽都知道啊，但是我不想抱怨，你知道吗？因为有些人是粉丝，有些是会员，我又不想抱怨，看太短了好不好？不要这样看太短了好不好？好，好不好？所以你看，我很容易受你们影响，我代表我很在乎你们，好不好？嗯。飞龙见转折，见转折，飞龙见对折，这个我小心，我给你封锁，不要 psycho， 不要 psyche 哦，好，飞龙见转折，见转折，来留言那边飞龙见转折，好不好？飞龙见转折，飞龙见转折，飞龙见转折。那你去想一下啊，因为你看我节目动辄都十几万，你看很多节目也有五六万的，很多财经大节目，嗯，像我们福利社这样子，就是找好多老师，找好几位老师，你为什么你觉得他们都不会特别针对这些总体经济？你去再看一下，你再看一下，因为你看啊，这个转看他们到这些很多，很好，代表这是我真实粉丝吗？是的，买国泰金有机会吗？买国泰金关我什么事？我不会跟你讲啊，你不能随便不是我会员，你问这些股票，你不能当免费仔，好不好？我只能跟你讲，新冠金要注意一下哈，因为感觉像那个中信金啊，估重量买，感觉也受到很多阻力啊。哦，很多人连番的都一直骂他，好不好？而、啊、今天好像洪武汉好像什么三审定业又被推翻了之类的。嗯。我反正有个新闻出来了，我不确定的，好不好？那是不是政治角力啊？怎么样？这我就不确定了，好不好？嗯。哦，每天看准则，感觉出来。所以你看啊、哦，你看啊、哦，你看我如果脸皮厚，就是不管哦，粉丝会员生死。你就看，你就不会觉得我，你就觉得我是演员，可不是啊，哲哲是要来真心帮你赚钱的，好不好？好啊，什么时候想当全台第一的分析师啊？我当想当分析师的就想当全台第一，啊，因为我就觉得有些人很混的，很多以前打牌分析师连线之前还先喝酒，你知道吗？啊，是啊，晚上跟主力收钱啊，真的，跟主力收钱是什么时候？就是先拉一台股票，对不对？嗯、先收拉一台股票以后，先收会员嘛。嗯、那你赚了一倍啊，赚了30%，对不对？嗯再跟会员再收一次，然后再跟主力再收一次，然后比如说30块涨到50，涨到60块，对不对？嗯，那是不是会员觉得很厉害？嗯，然后60块再跌到10块钱，哦，可是会费也收了，主力钱也拿了，然后被坑杀是散户，这很狠呐、啊，好不好？坏哦，学长你爱我，谢谢你，谢谢你，哦哦，谢谢，是我政大学政大学弟吗？弟啊、上班一堆无意义会议，真的帮人赚钱一下，好不好？赚钱最重要，好不好？哦，飞龙见转折，台股只期货跌1.1块点，你看是不是假的？都是假的，假的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都是假的，都是假的，你相信我。哎，我想、啊、要是我啊，今天看大跌，我还会再进去做多。我跟你讲，100点都是假的，很快就会拉起来了。到时候8:30的时候赌，好不好？下好离手，下好离手。我看最好的是你，就是我刚才讲的，你看那数据有没有偏离过大？就是比如说，哇，我今天10月4.5，我死定了。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赶快空。哦因为就算它反应100点，下面还有400点，还有500点，还有1000点，你听懂吗？懂，听懂吗？就算反应200点，还有2000点的跌幅哦，好、嗯哦，这是有可能的，你、啊、懂不懂？懂。最好是数据公布的时候，那个下好离手那一刻，然后越偏差越多越好，听懂吗？那你就很好赚钱的。嗯，我跟你讲啊，我是很好帮你教这些，不然我干我干嘛？干那边一个人抱怨两个抱怨，看我心情不好，我管那么多，我真的是把这个工作当成我人生的精神食粮啊！不然我干嘛听你这些抱怨？只知道财富自由了。对啊，你自己算我这个月赚多少钱？不要算我收会员，光是算我股票自己操作多少钱？嗯，都已经2-3千万以上，快3000万了。嗯，一个月而已啊，哈、哦，从8月5号到现在，你自己看是不是？是的，真的是指的是希望大家一起来赚钱，好不好？相信哲哲，好不好？
飞龙见转折，折穿爱哭又爱看，也不一定每次折穿，有些人是爱之深则之切啊，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讲，好不好？有些是粉丝，有些可能是会员，还像很紧张，都没关系。折折手表超帅，前几天一直放卡啊，对，手表我要戴一下啊。你看，所以你会看到折折真的是，这是为什么代表平常我没有嗜好戴这些手表？对，放大镜在看哎、欸。我没有，我的手表是专制品，好不好？哦，有赚的，有赚。哦，后来因为有赚的关系，对不对？我们公司现在很多老师也都会买，很亮。然后因为之前有些人没买，他可能表也蛮贵的哦，表蛮贵的。玉凯有些表其实不输我哦。然后我就说，你知道你跟我差最多在哪边？你知道吗？你没有赚，我有赚。哦。那等他开始买赚了，对不对？你有赚哦，我赚最多。没有，我们熟的都会讲一些垃圾话啦。我赚最多，这个100多个赚的。好啦，不要给你拉低赛啦，好不好？好。嗯，哦，泽泽可以接受另外一个泽泽，没办法，好不好？这是取决于法院的证据啊！不要讲的讲这个对跟错，大家社会自有定见，不要我啊！精彩精彩也是一样，好不好？爱之深，责之切，谢谢你，谢谢你。是的，是的，好不好？啊，来，昨天小飞龙这么惨，今天飞龙应该完蛋了。你都不用看我节目，有时候小飞龙很烂，飞龙很好，好不好？嗯，管达营收历史新高，不错。但8000今天买管达，没有关系，这个有可能是管达先差再上去。啊，8000不重要了。所以我其实我有时候我不会去很在乎他的想法，只是把他当作好玩的一个人设笑话而已。他自己也喜欢自娱娱人，不是我把他当笑话，就是他自己也喜欢自娱娱人，就是他很反的反指标，好不好？今天7000多人还不错啦。今天几分了？今天讲的差不多了。今天重点是拜托你来，今天公布分，你现在就该加入我会员，没关系，那不自由。飞龙公布以后没有那么差，你下礼拜要跟我进场啊！你周末看到我节目，你一定要跟我进场啊！你一定要参加我会员啊！同没有？我没有给你开张，你去看一下所有的新闻，请你告诉我为什么公布处理失业金是最低点？处理失业金人数就是优于预期啊，就是比较低啊。请失业金的人比较低，代表什么？失业率下滑的可能性有增加。他就喷出去了。哎、欸，他已经连续对5周很准嘞、欸，在5周之前，5周之前，这冷笑话，5周之前没有任何一台财经节目的所有分析师，就算你他这一台节目3个、4个、5个、6个，他很多分析师，他不会跟你讲处理失业金数据很好，只有我们摩尔，只有福利社，只有泽泽的分析师，好，只有摩尔分析师有跟你讲这些东西，有，这就是差别。明明最重要的数据跟你讲那些543，然后讲那些缺口，讲那些技术分析，讲那些很奇怪理论，讲一大堆英文数据要干什么？都在骗你。所以今天晚上的非农就业数据保你一个礼拜，你知道吗？保你一个月的春秋，一个月，如果不要太差，这一个月你就是闭着眼睛赶快做多。我告诉你，中实户、主力大户都在，很多人都在看我节目，他们都绝对认同我的。你觉得直播人数动辄就10000人的节目里面，没有中实户、主力大户吗？有，我不跟他们配合，可是他们一定会看我的节目，所以今天晚上其实就有很多中实户大户，甚至于数据不会太差，他就开始做多单了，就会开始做多了，晚上就会喷出去的。我跟你讲，大家等8点半，我跟你讲那些哦，如果是这种就是股痴啊，你知不知道股痴等级的？我跟你讲，8点半不会都已经吃完饭了，晚上直接拼的啦。哦，拼了，真的啦，就看这数据，这就业数据准就准啊！你们想想就业数据之前什么是 CPI？ CPI 我那些节目我被我盯了1年多，才有一些分析师开始讲 CPI 很重要。你看我现在不讲了，因为它没那么重要。没有，啊，这些都在这个数据，都在这本。你看，我跟你讲，今年年底，哎、欸，不要早点做，你做到明年一，做到明年农历嘛。我已经准备一半，现在差 CPI 数据跟这个时间还没公布。对，公布完以后，哎、欸，拜托不要，可不可以不要12月就可以送了，可以吗？11月就可以送了，好不好？好不好 ？OK 吗、我希望我们今年就是12月初就可以送你们这个，你们被我撩了1年哈，这是免费的哈。他们被我盯了1年，折折，下次我要拿，好不好？虽然我会送月饼一个大概1000多块啊，打比我不要月饼，1000多。可是送这个不如送这个比较实在，因为这个可以让你赚钱，赚更多月饼。好，那你买到可以住一整年的 W Hotel 饭店，可以，好不好？这个不论对或错，一切就告诉前面，你看。处理失业金很重要，那我告诉你，处理失业金今天的非农就业数据比处理失业金重要10倍不夸张、因为你可以，因为处理失业金很烦的，每个礼拜要看一次，可是失业率啊，因为之前你在清楚，之前8月 来之前公布是怎样，是这样，如果没记错，公布完以后然后下去了，礼拜一下去，你知道吗？这次公完这天有没有？那天公布 ISM 有没有？对 ，ISM PMI 指数有没有？有，然后下去，然后周五又公布那个失业率嘛。没错吧？是不是？对。然后非农就业又再跌1800点，那这一次只要告诉你失业率没有在下滑，
啊，不是，失业率没有在提高，数据没有在太差，它就会上去啦。嗯，现在只是大家觉得好像数据会在下去嘛。那所以今天公布的数据，如果告诉你不会太差，那我就整个上去的。我就说了，这个缺口22,000点的缺口很快就会补足，就这个缺口，拜托你把它记起来。真的，你今天我讲的这些话，其实我今天前面讲的话都有点是垃圾话，我直接告诉你，重复就是告诉你晚上8:30看我数据。其他老师可能在休息，其他老师那能被我逼这样讲，他们8:30可能不休息，但最好。嗯，其实我在当分析师之前哦，很多人是，我没骗你哦，对本土分析师是不屑的。可是我们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台大政大的，嗯，对，你看我们现在我也没跟你开过张嘛，我们有台大的，有政大的，有外资出身的，有，是有人一科不想念的来这边的，有，啊、都真的都是真的，你可以作证的，有，那有会计师的，有，是不是这些也有分析，这个不用说本土分析师啊，哦，都来我们研究团队，那所以你花这些钱值不值得？嗯，当然值得。嗯，你才花几万块而已，是不是？嗯，哦，这跟大家讲便宜一点，花几万块而已，然后可以这么坚强圆团队，这是有时候一个月哦，不是给，哎，我没给夸张，一个月不是给几十万，是给几百万，哦，只要你够厉害，我都敢给，没有上限。所以同样的钱，你要找最强的圆团队。我再讲下去就变行销了，股票该讲就讲了，好不好？好。刚刚什么股票没讲？都一样，我对股票都想要再买了，什么3,800、锦硕这些东西都还想再买，你不要紧张，好不好？好。双红我们都讲，我特别弱，越弱越讲，好不好？不要担心，平常心。公布飞龙以后，如果你现在还是很怕，可是没有公布飞龙后，我发现，嗯，这是讲有道理，嗯，台股湾股市可能雨过天晴的，可能顶多再跌一下子，或者直接数据很好要喷出去的，你这个时候赶快加入我们行列0806688585，或者加我 LINE， 不论怎么样，我今天晚上就是会发文，不见不散，好不好 ？LINE TG。我理论上我都会发文，最好是把 LINE 跟 TG 就加起来，不论对或错，一切一切预告前面。上次非农就业数据反而创造无敌买点，因为造成股市大跌1800点。是的，这一次非农就业数据会不会公布我直线喷出去呢？不论怎样，我的锦囊妙计准备好了，下礼拜一我就第一时间跟你们一起进场赚大钱，也预祝各位能够财富自由，谢谢各位。下礼拜也想要跟我们一起进场大赚钱的话，电话赶快拨打0800668085 0800668085，我们等大家，下次见。观众朋友注意哦，最近诈骗盛行哦，我只有3个官方账号，除此之外都不是哦。LINE 小鼠 S178， Telegram 官方频道小鼠 A178178， Telegram 私人账号小鼠 S178178。注意哦，我没有什么前面是 Z 的账号或者后面是 A 的账号，这些通通都假冒，只有这3个账号，谢谢。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觉得有深度的，还蛮准确的，欢迎按照我们的影片，订阅我们的影片，按小铃铛，记得按全部接收，还要加我们的 LINE 以及加我们的 Telegram， 我们的 LINE 跟 Telegram 都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哦，谢谢各位。摩尔证券投顾0800668085。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